新闻继续来自关心家己企业消息。2012台湾畜犬协会博美犬和这种狗的比赛，先后在家己市内登场。来自各地各国的名犬参加，有不少高达着数十万的身价。大会的主席也表示，台湾犬齿在2015年也将加入了国际比赛的舞台。大会会长也是博美犬推广委员会会长谢瑞麟表示，联合展览是历届在家己市所办的犬展较大规模的比赛，参展的犬只高达220只，包括着博美犬77只、贵宾犬53只、法国德牧犬55只、台湾犬35只，其中未少是非常名贵的犬种，身价数十万。有来自全省各地，啊嘛有为国外来的犬友吼，尤其咱即摆真难得，就是讲为菲律宾吼，为菲律宾有犬友来吼，然后为在咱台湾，在花莲遐，嘛有几十个犬友来遮，哦，带着伊爱犬来遮参与即摆比赛。诶，犬展这个比赛吼，是一个体型的比赛吼。那所有犬友伫碰时啊，因拢真努力去培养真优秀的爱犬吼。啊，因来参与这個比赛，进前爱做真周到的准备吼，碰时啊的运动管理吼，比较过一个咱的当作照顾咱一个人的一个心态，你来照顾吼。啊，来遮参与这比赛的时阵，因后摕到奖，大家心肝底，那像去摕到乐透同款，非常的欢喜吼。四水民表示，欢迎全国名犬来家己市比赛。一直以来，评审委员以专业素养、公平审查，包括着日本资深的评审员关山秀男来担任评审。台湾的国宝台湾犬是以忠诚英明出名，家己这次是首度将台湾犬列入比赛，这是台湾犬主的骄傲，也期待台湾犬会用在世界发光发亮。世新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